大家好，这里是随鱼。经过将近2个月的准备时间呢，我终于要出飞信啦。时间呢是在这个星期日1月10号的晚上8点。随鱼啊，我很开心和大家见面，对，我超级兴奋的，哈哈哈。我之前从来没有直播的相关经验，其实有点小紧张，我也会怕直播会有点小出错，但是我会努力的，大家一定都会来看的吧？大家一定都会来看的吧？